截至目前呢，咱们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一共繁育了15胎，24崽，其中9个双胞胎，非常好的成绩。今年的双胞胎率呢非常高，也体现了我们在饲养管理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。接下来为咱们种群的发展，比如说我们在开展野外引种、野外放归等等的科学研究呢，提供了非常强大的保障。